醉的演奏手风琴，他是风琴演奏家林承琴，手极乐四之妖，为120位佛光人及大众带来浪漫的音乐响宴。林承琴一开始是吉他手，后来专研手风琴，以推广世界音乐为志业，并在现场介绍手风琴的缘起，之后还弹奏吉他分享自创的佛系乐曲 Is Love， 这首歌是他学佛后对佛法的应用和生活的态度。最后林承琴邀请妙章法师及极乐书院的学员体验各种不同类手风琴的演奏，极乐寺住持妙章法师表示很欢喜老师分享的音乐，其自创寄语娑婆世界吹来的风，春夏秋冬各显神通，极乐世界传来的音，数月众星道出古今，呼应主题，透过乐曲给大家自在清凉，学员也开心地表达感想。所以就像极乐世界吹来的音，它所要散发出来的是给大家欢喜，给大家一种这个自在清凉。老师就弹了很多他的就是手风琴的这个曲调啊，我觉得收获真的非常的多，就蛮有趣，因为老师还带实际的东西来。这场音乐响宴，林承琴用不同的乐器演奏音乐，并以学佛的因缘创作出乐曲，借由音乐弘法，让大家都体会到欢喜平安。人间卫视台北基隆综合报道。